真甜。多吃点。请。师娘啊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请。干嘛？有事儿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哼哼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嘿，我叫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你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王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楚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。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散阵挥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。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。谁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